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225页啊，225页倒数第四行十玄的第六啊，六微细相容安理门，大俗语，凡是说大俗，都是《华严经》清凉大师的俗抄，啊，简称为大俗。啊，俗抄里的俗，如琉璃瓶，沉多戒子。啊，这个琉璃瓶里头装了很多的芥菜籽。以上各门，贤明广狭无碍，一多相容。啊，这是前面啊说这一些不思议的境界。那么今就是第六门啊，今此第六门更指啊，无论如何微细之中，亦可涵容一切诸法，一毛一尘之中，无边刹海，一切诸法同时涌现，如一境中应现万象。这是讲起极其微细啊，古大德所说的其小无内，换一句话说，没有大小，所有一切对立的法都是假的，都是众生错觉所产生的啊，事实上完全没有啊。这一桩事情在初学的时候就要把这个错误看法放下，五种见惑里头的第二种啊，第一种是身见，六道众生都把身体当作自己，这是错误啊，这一关不能突破，所有的烦恼都断不了啊，这是断烦恼第一关。那身到底是什么？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也有相当的体会，身不是我，身是我所有的，就像衣服一样啊，这衣服不是我，
是我所有的。啊，衣服穿破了，穿脏了，换一件。身体也如是，身体衰老了，不好使用了，换一个。这身不是我。啊，身要是我，那身灭了，我也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讲不通。我是不生不灭的。啊，真我。啊，我们不得已加一个真字。啊，真正的我是不生不灭。真正的我是干净的，没有染污的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说的五句话，那就是真我。啊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。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那么这个我，我们把它看作衣服一样，也要爱惜，也不能够随意糟蹋。啊，人民爱物啊。啊，他得来也不容易啊。啊，父母细心把他养大。我们得到这个身体，要感谢父母。啊，养育之恩，没有父母养育，这身体怎么会存在到今天？啊，不但父母有恩，万物与我都有恩。啊，看你从哪里去体会。所以佛家讲报恩，要报四重恩。啊，这四种对我身体能存活在这个世界都有贡献。啊，第一个是父母，第二个是佛菩萨，就是老师有教育我们的恩德。啊，第三个是国家，国家有保护我们的恩德。没有国家的保护，你一切的活动都没有安全保障。这国家有大恩。啊，第四个是众生恩，所有一切众生，我们生存所仰赖的一切众生的照顾，啊，一切众生的经营，我们的衣食住行才能完备，少一样都不行。啊，所以佛门之道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。那我每天吃饭，这一碗饭，多少人的力量，才成就这一碗饭？啊，穿的这件衣，啊，多少人的心力、体力？啊，怎么能不感恩呢？啊，恩要感谢，感谢恩人。啊，一切众生都是恩人，这才是尽孝。
这才是尊师重道。啊，现在人都不懂了，没有人教他。虽没有人教，但是事还是一样。你每天吃的穿的，有这么多的便利，多少人在为你服务？我们都没有想到啊！啊，跟人有感恩之心，人人都能感恩，这个社会和谐，天下太平啊！不是小事。佛陀一生从乐业缘到双树间实现般涅槃48年，天天在讲，天天在劝啊，六道凡夫确实业障深重啊，真正听懂的人不多。可是佛不舍一人啊，听众当中有当机的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真正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依教奉行，修行正果啊。还有一些业障特别重的，听不懂的也好，给他种善根啊，阿赖耶里头落下佛陀的种子，给他来生后世做增上缘。啊，这就是没有一个众生不得度，有是现前成就，有的是来生后世成就。换一句话说，啊，见到佛了，听到佛了，接触到佛了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啊，这个恩德有多大？那么这个第六门，微细相融。告诉我们，无论如何微细之中，亦可涵容一切诸法。一毛一尘，啊，毛是我们身上的汗毛，毛的尖端。非常微细，一尘一粒微尘之中都有无边刹海，刹海是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道场，叫佛刹，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。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这是刹，还是形容这个刹之多，遍法界虚空界诸佛刹土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，大乘经上常常告诉我们的，一尊佛的教区就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，
三千大千世界到底有多大？黄念老居士告诉我，佛经上讲第一个单位世界，就是今天天文学家讲的银河系。这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。啊，中心点，佛经上叫它做须弥山。啊，这是个代表。是不是真的有座山呢？不是的，它是个中心点。我们知道银河这个星系是在太空当中旋转，旋转一定有个中心，这个中心点就叫须弥山。啊，现在科学家发现这个中心点是个黑洞，啊，是有很大巨大的引力，连光都被它吸进去，这么强的引力。这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，一千个银河系叫一个小千世界。啊，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，和一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。所以这一个世界就是一尊佛的教化区。有小千、中千、大千，啊，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，啊，所以有十一个银河系，啊，就是一尊佛的教化区，有十一个银河系，一千乘一千。再乘一下，一个佛刹，宇宙里都有多少佛刹呢？说不尽，真正是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。那么这么多的佛刹，可以出现在极其微细的一毛一尘当中。这就说什么呢？大小无碍。啊，《华严经》过去我们学过，经上还举了例子：什么人能到微尘中世界里面去观光游览？啊，经上说，普贤菩萨能去。啊，谁是普贤菩萨？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普贤菩萨。所以古大德说，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，是有理论根据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啊，无量寿经一开端，得尊普贤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，这些人修的是什么法门？都是修的普贤法门。那说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，没说错。啊，所以真正求往生的人要发普贤愿，为什么？他相应发普贤愿，往生极乐世界特别顺利。啊，跟极乐世界所有的大众那叫同心同愿，发48愿
跟阿弥陀佛同心，修普贤誓愿是跟每一个同学同愿啊，特别相应啊。普贤菩萨这誓愿看起来也不稀奇，啊，实际上呢，他无比的殊胜庄严。为什么？你要看他用什么心去修。你在这上你就看到了，啊，他超过一切菩萨心愿，啊，那就是他用纯净纯善的真心。所谓纯净成善，普贤是等觉菩萨，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就是普贤心。啊，这十愿都没有起心动念的真心呢？啊，为什么起心动念是阿赖耶妄心？真心，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告诉我们：何其自心，本无动摇。啊，本无动摇是真心，真心是如如不动，起心动念动了。啊，起心动念是叫无明，一有起心动念，真心里面变出一个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的业相就是起心动念，阿赖耶是这么来的。啊，起心动念没有原因，啊，没有原因说明它不是真的，它是假的，啊，所以这个无明称为无始，无始无明，无始什么意思呢？没有开始，要有始有终，那就有真的了。啊，无始，当然它要无终，所以它是真的，没有开始，就是一念不觉。一念觉，凡夫就成佛了；一念不觉，它就叫做凡夫。啊，六道的凡夫，个个都是一念不觉，这一念就是当下，不是前念，不是后念。金刚经上说三心不可得，啊，前念已经过去了，啊，现在这一念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说现在？现在已经成过去了，未来还没到，所以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通通不可得，全等于零。凡夫成佛就是这么个道理，啊，觉悟了。就是佛，不觉就是凡夫。不起心不动念难啊，我们凡夫做不到啊。啊，那怎么办？世尊慈悲，
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啊，让我们先放下执着，好啊，执着起什么作用？执着制造六道轮回，不执着轮回就没有了，证阿罗汉果，超越六道轮回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之所以呢不能出轮回，出不了轮回，就是执着不能放下啊。执着从哪来？从分别来的。分别从哪来的？从起心动念来的啊。所以你放下执着成阿罗汉，放下分别你是菩萨，放下起心动念你成佛了啊。在十报图里面称你做法身大士啊，十报图是真佛，没有圆满啊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。天台大师六界佛里头叫分真即佛啊，最后是究竟即佛，那是圆满。那这些理事我们在经典里面学习的很多，所以都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啊。有这个概念呢，重要要修行。修行怎么修法？六根对六尘境界，学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啊。这是按迷从浅到深这个顺序来的。那修行呢，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啊，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啊，这是修行人走的路子。啊，如果样样都还执着，那在佛法里面讲，你虽然通达经教，没有把经教想错，讲错，你是有解无行。修福没有修慧，啊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要想真正出轮回，要真干，要修。啊，净土宗是最方便的。前面祖师大德讲过，就近方便。啊，这方便是什么？就是一句名号。我执着念头才生阿弥陀佛，用这句佛号把执着念头打掉，这是真修净土啊。他能够得四义心不乱，得四义心不乱就是证阿罗汉果，见思烦恼断掉了啊，分别心才起来，阿弥陀佛，通通念头不起则罢，起都落在阿弥陀佛上，这是究竟方便的。用这一个念头，阿弥陀佛这一念，所有念头全部打掉，这就相应了，只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相应，跟其他的全部相应。那么到最后的结果，你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接受
阿弥陀佛的教诲，再把那个不起心不动念放下，就成佛了。你看这个法门多妙啊！啊，太巧妙了！啊，念佛我不能放下，等于没有念。啊，是张家大师当年教我。啊，我问他，我们呀，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，让我们很快其如佛的境界？啊，他教我看破放下。我们用什么看破？用什么放下？用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这在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里头，再也找不到这么殊胜方便的法门。这个法门的好处是，你真修这法门，立刻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。阿弥陀佛加持你，同时你就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加持。别的法门没有啊，别的法门得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的加持，得不到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也得不到。这个不可以不知道，你要知道了啊，你信心坚定，不会再搞这个搞那个，不会动摇了。因为你不知道，听说这个法门有这尊佛加持，那个法门有那个佛加持，你就学很多法门，学很多法门也不过是几尊佛加持而已。啊，总不如这一句阿弥陀佛得到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诸佛加持，一个也没漏掉。这个账要好好算的，不难算的。啊，为什么不能？那就你业障，你烦恼习气，你业障。啊，破除这些业障，放下一切障碍，你对于这个经、教、理、事，啊，性相因果，你全搞明白、搞清楚了，你自然能放下。啊，到真正能放下的时候，功夫得力的时候，是什么样子呢？你眼睛看一切人，男女老少，贫愚不肖，全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在现身说法，让你看到这些境界，你还会不会执着？你还会不会分别？你还会不会起心动念？你修在哪里修啊？离不开境缘啊，境物质环境，缘人事环境，看破放下就在这两种环境里的修啊。啊，这个环境大分，环境有顺境有逆境啊，人事有善缘跟恶缘啊，一定要知道境缘是有，善恶是假的，顺逆也是假的，没有顺逆，没有善恶，
你的清净心现前了，平等心现前了。没有善恶，没有顺逆，那是什么境界？极乐世界出现了。为什么呢？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。为什么不平等？你有执着不平等，你有分别不平等，分别执着放弃就平等了。那我们在净缘当中不用第六识，第六识分别，不用第七识，第七识执着。你看，你不用它，它就转变了，转识成智。你不用第六识，第六识就变成妙观察；不用第七识，第七识就变成平等心。这两个转了，第八跟前五跟着就转了。用什么方法转的？用这一句阿弥陀佛转的，妙啊！一句阿弥陀佛可以转八十乘四智，那转八十乘四智往生极乐世界是生十宝庄严土，不是在同居土，也不是在方便土，你看多妙啊！为什么难信？理没搞清楚，事没搞清楚，因没搞清楚，果没搞清楚。所以有人说，将来这个佛法总归到一部经。那这一部经是哪一部？你要问我，我肯定地告诉你，就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汇集本》，就是这一部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。为什么？这个里面把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把这2000年来历代祖师大德所教的、所修的、所遗留给后世的著作，通通在中，在其中。有这一本，让我们的精神时间通通都转移，一门气修当然学习要具足，学习的条件，这个条件就是经上讲的信愿行。心愿行用什么来修呢？我们要感恩海贤老和尚，他这一片光碟就行。我劝人每一天看三遍，念1000声、10000声佛号，这就是一年下来之后，你的心愿先具足了。这是老和尚即92年持名的功德，
加持给一切后人。啊，真真不可思议。啊，我这个提议确实有不少同学照做。啊，他们看过300遍之后告诉我很有效果。300遍是100天的。啊，一天不漏，认真去看了。真心生起来了。啊，与求往生的愿坚定的。佛号念成习惯了。啊，然后一生当中这一句佛号不间断的，口里没有念，心里念的，心里要是念念都是佛号，杂念没有了，妄想没有了，你的清净心现前，平等心现前，清净平等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有这个基础，再听经就听懂了。啊，经里面的玄义、玄妙的义理，你能够体会到。啊，那时候叫法喜充满。啊，长生欢喜心，等于极乐世界。那么一毛一尘当中有无边刹海，一切诸法了同时涌现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修所证，乃至于教化众生的无量功德啊，我们常讲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相好、无量功德，通通现前。啊，好比镜子，照外面的境界相，镜子不打。啊，外面境界全在这一镜当中。普贤行愿品上有说，一尘中有尘数刹，一叶刹有难思佛，每一个佛刹里面有无量无边诸佛，那不是一尊佛，是一个佛刹的教主吗？怎么会那么多佛呢？请普贤菩萨来看，就知道了。普贤菩萨是怎么看的？这一刹里头，一切众生通通是佛。没有一个不是佛。普贤菩萨看到的。
啊，又说余业毛端极为重，出现三世庄严刹。啊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名词不能疏忽，极为。大乘经里面讲物质，最小的物质叫极微色，我们在前面也多次跟诸位报告过，极微色啊，这个是物质最小的单位，极微色不能再分了，一分就没有了啊，所以极微色也叫做极微之微。啊，这个东西被现代的物理学家发现了，物理学家叫它做微中子，你看我们的极微中啊，科学家叫微中子啊，多大呢？微中子的体积啊，100亿个微中子纠缠在一起啊，把它揉在一起，100亿个啊，纠缠在一起，等于一个电子。电子我们肉眼看不见。啊，电子在哪里呢？在原子里头。啊，原子打破，发现呢，它里面是原子核、电子、中子组成。啊，它不是基本物质，科学家也很能干，发明这些尖端的仪器啊，最新的仪器过去没有的，能够把这些电子、原子核、中子个个击破，看看它还有没有什么东西，个个击破啊，看到了啊，名字叫基本粒子，有几十种之多啊，不同的基本粒子，这些基本粒子还可以打破啊，看到又有几十种的夸克出现，名字叫夸克，把这些微细东西再打破，发现微中子，微中子再打破了，没有了，物质就没有了啊，那他发现的微中子就是我们佛经上讲的极微色啊，极微色打破了，没有了，物质现象不存在了啊，所以今天科学家也挺能干，把宇宙的秘密揭穿了啊，物质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总算搞清楚搞明白了啊，下了结论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，物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
打破之后看到什么呢？看到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，就是微种子。这个发现说，发现物质是由念头产生的。你看，跟大乘经上讲的一样。佛在大乘经上常说，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这些话，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讲的，现代科学家证明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对释迦牟尼佛五体投地了。科学怀疑科学用了400年的时间，一代接一代，一代接一代才发现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就说出，说得这么清楚，说得这么明白？那个时候没有科学仪器，他怎么知道的？这些科学家也挺聪明，想到最后这想必人有一种本能。古人呢，心地清净，有这么一种本能。现在人呢，把这个本能丧失掉了。这个说法说得正确。是没错，人是有本能。本能是什么呢？六种神通啊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宿命，这是人的本能啊。那本能失掉了，为什么失掉了？你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执着，本能就是掉了。现在本能起的作用非常渺小。眼见，给一张纸就见不到了。耳听，距离稍微远一点，听不到。那佛告诉我们，我们这六根的本能都是变法界虚空界。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见。眼睛往远处看，可以看到宇宙的边缘。往小的地方去看，看极微之微，里面有世界，有法界、虚空界，跟外面一样的。这个境界不可思议每一粒微尘，每一个极微之微里面都有圆满的宇宙在里头。普贤菩萨能进去，有能力到微尘里面的无量佛刹去拜佛，去闻法，还去度众生。那么微尘法界里面的众生，佛跟佛刹就是一真庄严，跟外面有没有关系呢？有关系，是一不是二。
投影进去的。啊，这个秘密啊，也被现在科学家发现了。啊，科学家用仪器照相，那叫全息照片。啊，用两只镭射光作为光源，啊，照着你，照相机把这个照片照下来，照下来洗出来，你看不到。你看它是一条一条的黑白的，但是用一只镭射光去照就看清楚了，啊，照片看清楚了，把这张照片撕成两半，在镭射光底下去看，完整的缩小了，完整，一点欠缺都没有，把它分成四张，四个完整的，分成一百张，一百张都完整，分成一千张，一千张还是完整的。啊，真的就好像每一个极微色就是那一张大照片里头啊，把它分成无量无边张里头的一点，那一点里头还是整个宇宙的图像。啊，好像电视一样，它是活动的。它不是不动的画面，它是动的画面。跟这个大的宇宙完全相同，一丝毫差别都没有。这什么原因？信德发而入世啊！为什么自信没有生灭？自信本自具足啊！自信能生万法。在极微之微的这么小的，这里讲的是一毛一尘的时候通通能看见。宇宙的奥妙谁知道？见心就知道了。佛陀的教育让每个人回归自信，回归自信之前必须你先见性，你才能回归。啊，有没有见性不能回归的？有。谁呀？释迦牟尼、法身菩萨，他们见性，明心见性，不能回归。什么原因？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，这个习气非常微细，我们觉察不到。啊，但是的见性的法身菩萨知道，用什么方法断？没方法。在极乐世界，我们相信他用念阿弥陀佛的方法，肯定是的。啊，那么在其他诸佛如来的十宝图没有方法，没有方法，随他去。要多久习气才没有了？三个阿僧祇劫。我们相信在极乐世界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，
为什么？他要念佛，念佛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，会把三个阿僧期间大幅度的缩短了。啊，有人一个阿僧期间就成就了，还有可能不到一个阿僧期间。他就能回归常寂光。那正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十方刹土里面，化身菩萨都愿意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要不然这些菩萨往生极乐世界毫无意义啊，由此可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今天还有人来问我，他过去念普门品，念大悲咒，现在念阿弥陀佛，那些东西可不可以不念，还是要继续念？如果你真搞明白搞清楚了，这一句佛号里头有圆满的大悲咒，有圆满的普门品，你念这句佛号就不要念了，你会很欢喜，会很快乐。如果你心里怀疑，我不念这个，我对不起观音菩萨；我不念地藏经，我对不起地藏菩萨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全念吧。个人根性不一样，什么是最正确的？与他根性相应的叫最正确的。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啊，你有这种执着，你就这么念下去啊，但是把所修的功德统统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啊，千万不要想升天，不要想升官发财，那就管用啊！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啊，佛法是活的，不是死的啊！活学活用啊，什么障碍都没有啊，圆融自在呀！啊，所有障碍的发生，我们对它了解不够透彻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错了，这才发生障碍。啊，要是性相、离世、因果都搞明白、都搞透彻了，哪里还会有障碍呢？啊，真的是世事无碍、离世无碍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四种无碍，统统具足。啊，是的，极为智慧啊，好，我们这么多年来对这个问题不能解决，想不通，是不能想，越想就越不通，看到科学报告豁然明白了啊，一毛端极为中是事实。
不是假话。微细含容啊，正贤此意，今本经即供累德品，为法藏比丘啊于因地中没成佛，在因地修行当中身口常处无量妙想，又如赞叹优波罗华，其香呢普熏无量世界。这什么原因？这是瑞香啊！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跟性德相应，性德报相自然流露出来啊！我们凡人也有，啊，每个人身上都有气味，气味都不一样，本来都一样，迷了之后就不一样了。本来是佛，所以都是一样。迷了之后，堕落在六道，在六道里又经过无量劫，染上六道的习气。我们今天身上冒的这个血气味是六道的味道啊。那么这个修行人修得好啊，啊，虚云老和尚在早年好像大陆上刚刚统一，人民共和国成立，这个时候老和尚到香港来了，在香港住了一个多月啊。我在1977年到香港来讲经，听众当中有不少人接待过虚老和尚，这些修行人很少洗澡，通常都是一件衣服穿一辈子，也不洗衣服啊，衣服的领子流汗流久了都变成黑的啊，看起来很脏，可是闻闻很香啊，味道不难闻啊，不但闻这味道啊，啊不难闻呢、啊，这味道还治病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些同学告诉我，我相信，我不会怀疑。心清净了，身就清净了，一切都是心为主啊，心不清净，身就不清净。修行一定要知道修心，心是主，
身的动作是听念头智慧啊，足清净的，他的属下全就清净。那法藏比丘，阿弥陀佛在因地没成佛之前，身口常出无量妙香，香的味道像旃檀啊，旃檀是檀香，檀香里面最好的啊，优婆罗花、莲花。啊，而且这个香呢，普熏无量世界。为什么？他的心念念不忘，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。啊，他修行成佛，成佛为什么？要度这些众生。要去教化这些众生啊，这个香随着他的愿力，随着他的心想，他想到哪里，香就到哪里啊，念念不忘无量世界，所以无量世界都能闻到法藏比丘的身上所放的香。这个下面文省掉了啊，接着看，手中啊常储无尽之宝，庄严之具，一切所需最上之无理要有情啊，手里面自自然然的啊会出现，像变魔术一样会出现，出现什么？一切众生所需要的啊，众生需要饮食，他就出饮食；众生需要衣服，他就出衣服。啊，随着众生的需要，他都能供给。长处没有止境的啊，这什么原因？自信发而入实啊，自信是真正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这是心得了。那我们今天世界上这些资源是有限的。科学技术发达，不断的开采，科学家提出来了，资源有限。通通把它开采用完了，后来的人怎么办？他就没有了。那么地球上这些资源是怎么累积的？佛经上有一句话说，相随心转，中国易经上有一句话，厚德载物，这都给我们透出信息了。地球上的资源是来自我们的祖先，世世代代
积功累德所成就的。啊，那我们最近这几代的人不但不知道积功累德，专门贪图享受。啊，把老祖宗所修集的差不多快用光了，自己不知道累积后世怎么办。啊，地球上这些东西从心想生，心想是第六识、第七识、第八识，不是从自性的，极乐世界是从自性的，所以他的资源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啊，真的是无量无边。啊，为什么？每个人都在修行。极乐世界是个修学的环境，大家都修，你到那个地方不能不修。啊，修行完全变成自然的。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无一不是止于至善，那就是功德了。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跟法藏在因地一样啊，甚至超过法藏在因地啊，因为他已经在果地上，他帮助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啊，真正是所有的资源，众生想什么就变现什么啊。那么像科学今天发明的这些机械，需不需要？不需要。啊，极乐世界人不要这个东西，他的天眼起的作用比我们现在这个传真高明多了，还有这么多的机器，他不需要。啊，天耳能听，不要用手机，很麻烦的。天眼能看，不要用这些机器。啊，不要用这些什么卫星，多麻烦。啊，有神足通，不要用交通工具。啊，飞行自在，心里想到什么地方，人就到了。啊，不要轮船，不要汽车，啊，不要飞机。啊，这个东西在到极乐世界全落伍了。啊，你看极乐世界住的房子，不需要人去经营，不要设计，不要去施工，想什么样子它就变什么样子，想大它就大，想小它就小，想在空中房子浮在空中，想在地上它就落在地下，你说它多自在。啊，极乐世界
找不到工匠这一行。完全是性德自然流露，这真叫记录啊！没有任何副作用啊！这个世界，我们能不去吗？要早一点去。早去，早享受啊！啊，到了极乐世界，是娑婆世界，还有很多亲朋好友。啊，我要去帮助他，行不行？行。你在极乐世界分身即去了。阿弥陀佛。有神通，能分无量无边身。啊，他分身是干什么？戒引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遍法界虚空界，每一天往生极乐世界人多少？数不清啊，只能说无量无边无尽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阿弥陀佛要分无量身、无边身、无尽身，每一个求往生的人没有见到佛，极乐世界在哪里不知道，你找不到。啊，一定他来接引，我们要有信心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你就是真正的弥陀弟子。在你感受当中，阿弥陀佛从来没有离过你身边，像母亲照顾婴孩一样。那阿弥陀佛有这种智慧的能相好神通，每一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，智慧道理神通跟阿弥陀佛很相似啊！阿弥陀佛能办到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办到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肯定也变无量无边身，干什么？第一个，去拜佛、供佛、修佛啊，听佛讲经说法，修慧呀，佛慧双修啊，到极乐世界再学法门无量誓愿学。现在不要搞，耽误时间啊，障碍往生。现在就搞一门，一部经，一句佛号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我在法门无量誓愿学。跟谁学？每一尊佛教我一个法门，无量无边诸佛我同时都学会了啊，无量无边法门全会了。啊，我在很多年前就劝导大家，
四弘誓愿，我学前面两条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我这一生干的。到极乐世界，我修下面两条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这到极乐世界再圆满。分成两界啊，让我们现在转心一门深入啊，学海贤老和尚，你看看人家多简单，多生死，一生当中一部经也没念过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剃头的时候，师父叫他，嘱咐他，一直念下去。那他过人之处，超过一般凡人的地方，就是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所以，他很快就成就了。他明心见性了啊，这一句佛号功夫成片得到了，事业心不乱得到了，理业心不乱成就了啊，理业心不乱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所以他什么都知道，不说。为什么不说？没人懂啊，没有人能做到啊。啊，所以完全表演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会看的人看出来了，不会看的人说了没用。说了会给自己惹麻烦，啊，一生表演的清淡，清淡当中有神奇，有微妙，表法，表什么法？就是表拿一本书照相的法，圆满的表法。这一法表了，三天之后就走了，阿弥陀佛接引他去的。这个法重要啊，要佛法常住在世间，除了生战生没有第二个办法。你这一家家庭要兴旺，家庭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互相赞叹，这个家兴旺啊。如果这个家里面的人对人都不满意，都自以为是，这个家肯定衰败。今天地球上的混乱，影响到每一个人的人心，
感觉到没有依靠。啊，许许多多同学都问我，哪个地方平安？啊，我只有一句话劝大家，那叫中国平安。那为什么？中国自古以来，老祖宗生生世世是以伦理道德教化后代，祖上积德，在全世界每个国家地区，祖上积德就这一家，我们要相信。啊，我们把祖宗丢掉了，不过200年了，对老祖宗怀疑了，今天遭大难。如果要遵守老祖宗的教诲，中国今天不但自己是太平盛世，影响全世界。啊，给全世界带来了安定和谐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以德行教人，真正达到止于至善，比我们中国老祖宗所说的止于至善的境界更高、更圆满的，那是哪里？是极乐世界。啊，极乐世界确实止于究竟圆满的之上。怎么来的？阿弥陀佛天天教人。啊，经上常看到的，经现在说法。换一句话说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没有停止过。人是教得好。天天教，再不好的人都变成好人了。这个重要啊！所以学佛，我要不是张家大师，我不知道。我跟张家大师的缘分很深，第一天见面他就告诉我，啊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一年之后他劝我出家，我跟他3年。啊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，真正是学不厌，教不倦。啊，他还要学吗？他那个学是表演给我们看的。啊，成佛了还学不厌，我们没有成佛怎么能不学呢？啊，学的方法无量无边的，所以说法门无量是愿学。啊，学一定要掌握到一个原则，无量无边的事、理、因果，它是通的，
它不是时代版的，所以一门通了，一切都能贯通。一切贯通，也不妨碍我们一门深入，门门深入，无碍呀！啊，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放下。啊，放下这三种烦恼，无明烦恼，妄想，啊，尘沙烦恼，见思烦恼，这叫杂念，妄想极其微细，杂念粗细。不一样，通通都存在八识心田，变成八识里面的落屑种子。这个东西不是物质。佛说的很好，如果落屑种子它要是物质现象的话，佛就说了，整个虚空也容纳不下。那说我们无量劫到今天起心动念所造的业，啊，但是这些业不是真的，你没有开悟，没有转世成智，这个虽然是假的，它起作用。啊，这个作用就好像做噩梦一样，它起作用。啊，真正开悟了，明心见性了，它就没有了。啊，转八识成四智了，它就不见了，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它不是真的。阿赖耶识里头的，跟真如自性没关系，啊，心性里头没有。重要的，咱们摆脱阿赖耶，帮助阿赖耶转成智慧，啊，这叫功夫，啊，这第一等的功夫。完全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上下功夫。啊，如何我能够眼见、耳闻、啊、鼻嗅、舌尝、身体接触都不生执着？啊，没有执着，那你就证阿罗汉了，你就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你这个功夫超过四禅天，超过四空天。要不是佛教导我们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啊，功夫再提升，不但与一切法不执着，能与一切法不分别，不分别，心里没事了。清净平等心是真心，真心现前。真心的作用就是觉。啊，觉就是知，无所不知。这一桩事情与读书不读书没关系。
那就像慧能大师一样，慧能大师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。海贤老和尚也不认识字，来福寺的三个都没念过书，都不认识字。他们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不通的，为什么？念佛得三昧也，就是得清净心。我们的经题上讲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，他们用一句佛号，这三个都得到了，清净阿罗汉，平等是菩萨，觉是佛，就是法身大师。这三个境界，一句佛号证得。为什么证得？他肯放下。我们念不能证得，没放下。分别执着都没放下。不但没有放下，可能分别执着，于日而增，一年比一年加重，没有减轻。如果一年比一年轻，他有进步，他功夫得力了。这些习气一年比一年重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他这一生跟佛结了缘。阿赖耶是有种子，这一生不能成就，来生继续搞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非常可怕，在现前来说，六道里头人的寿命最短，也许人说畜生寿命短，畜生虽然寿命短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他很难离开畜生身。你比如说他变成鸡了，寿命是不长啊，不到一年就被人杀了，来生呢？来生还是鸡。他总要做几十次或者几百次，这个麻烦了，他才能脱离这个身。问题在这个地方，鬼的寿命长，鬼到底一天，人间一个月，所以我们初一十五祭鬼神，供养他，就是一天供养他早餐，供养他晚餐，就这个意思。人间一个月，他一天寿命长啊，人间一年，鬼道里头12天。他活的寿命，以他们那个时间算，也要几千岁。如果堕到地狱，麻烦大了。那真是要几万岁、几十万岁才能出得来。太难。你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真害怕。我们还敢造业吗？还敢任性吗？还敢发脾气吗？发脾气伤害别人，
别人伤害少，对自己伤害大。我常常讲三七分，伤害别人三分，伤害自己七分。累积这些恶业，就是六三途果报。决定不能做，不能忍也要忍呐、啊。为什么？我不想到三恶道去。啊，忍辱就是功德，是好事。啊，越是严重的人，越能吃，功德越大。啊，所以中国人所说的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。啊，什么样的伤害？像忍辱先人，被人冤枉，凌迟处死，一点怨恨都没有。啊，现在提前成佛了。忍辱先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。啊，没有成佛，在做菩萨的时候，修忍辱波罗蜜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人家来骂我、侮辱我、羞辱我、找我麻烦，是不是好事？好事。为什么呢？在这个地方修忍辱波罗蜜。如果没有这些事情，到哪里忍什么？啊，所以这个世间人没有善恶 啊，你要懂这个道理，害我的人帮助我成就，我不但没有怨恨感恩他啊，不经过他这一关考试，我什么提升不起来，我能够提升上来完全是他们的帮助，能不感恩吗？啊，他们冒着要堕三途的危险把我提升。所以你才真正明了啊，菩提道上啊全是恩人啊。有正面的，有负面的。啊，能帮助你提升就是真善知识，那个正面的，正面如果你生起贪念的心，你堕落了啊，负面的怎么样整理，你不生怨恨，你升往上升了。净曰无好丑啊，好丑都在我们自己的念头，我们的心好样样都好，我们的心不好善恶都不好，善的叫我起贪心，那恶的叫我起嗔恨，通通叫我往下三途去。那所以你要是真觉悟真回头了，善的不生贪念，我的没有成慧，全部都把我提升。这是佛陀教育，这是佛陀真实的教诲。啊，你绝不吃亏。跟世间一般人讲的不一样，跟世间大圣大贤讲的一样。啊，就今天不但是佛门要互相赞叹，对不同的宗教也要赞叹，因为我们不希望社会世间有战争，不希望社会上有冲突。如何能化解冲突？
能消除战争，啊，那就是互相赞叹，互相敬爱。最有效的方法，真的就是佛陀教育。啊，我们在年轻时候没有接受过这些教育，跟人家相争了，啊，认为竞争是正常的，啊，学佛搞清楚、搞明白之后，才知道竞争是错误的，啊，忍让绝对正确，忍让决定不吃亏。啊，自己在那里累积功德了，断卧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后面的果报殊胜了。啊，但是怎么样？不求果报，果报更殊胜。啊，求果报决定得到。啊，但是会引起执着，会引起贪念。啊，为什么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，一生过着清苦的日子？啊，来佛寺的三个人，一生清苦。啊，他们生活能过得很好，完全靠自己的劳力。啊，小庙没有香火，一般人都不去的，没有供养。啊，工作最勤奋的海鲜老和尚，他有体力，啊，耕作那么大的面积，啊，一生开辟农场，开辟了十几个，一共100多亩啊，那收成很丰富啊，啊，救济贫穷，啊，特别在农村里的老人、年轻人出去打工了，去赚钱了，啊，老人衣食靠谁？没人照顾了，这些人都有福报，遇到海鲜老和尚。啊，他来帮助他，照顾这些人。报告里的说，受他接济，受他供养，成千上万的人。啊，自己什么报酬都不要。多余的通通供养大众，啊，那么手中常储无尽之宝，庄严之具，一切所需最上之物，理要有钱。我们要常常存这个心，啊，尽心尽力来做这桩好事情。啊，今天社会迫切需要的是什么？是讲伦理道德的、讲因果的老师啊，没人讲了。啊，我们想到要搞汉学院，无非就是培养这些老师，他们学成之后
希望能发心，义务的宣讲，不求报酬，到处去讲。那简单生活，只要能过得去，就心意满足了。讲的人越多，对这个社会帮助就越大。那我们从口中尝出无尽之宝，这个宝是教诲，这个宝是圣贤的遗教。我们学了之后要宣扬出去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